口成脏要小心，乱骂一通吃大亏。法院有认证的骂人价目标。败类啊！我只是比喻，这样子是累计吗？累计，而且我们法律是一对一罚，讲十遍就乘以十了。是这样子的，是吗？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淑女家务事。